满院的房车，每天都在下雨，正好给我们的新房车做一个淋雨测试。看一下这台，已经测试好几天了，连续下雨。测试没问题，所有的车都质量过关。再看一下420，天窗都没有问题。每天在连续的下雨，看我们满院子的房车，看有多少台，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、四台、五台、六台、七台、八台、九台、十台、十一台、十二台、十三台、十四台，满院子都堆满了，都是需要交付的车了。这一块太阳能板是400瓦，那个车是装两块是800瓦，这台车是没有装，那边都是400瓦，有装的有没装的，客户选择，我们标配400，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800，像380可以装到800瓦，420可以装到1000瓦。喜欢房车的，喜欢房车生活的，点个赞。